现在把盘翻的，嗯，什么意思？这人干嘛？不要开局上线做个眼，什么意思？我表示不能理解。A Q。A Q。我老子急了，我他妈急了，你跟谁鸡巴搁那拉扯呢？给我惹毛了，我直接上点火收拾你。装备手比较强，他不被你拉扯到，拉扯出弱点范围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有用的。他们进攻手比较强的。装备一技难学 W， 不都学 E 学 Q 学 E 把自己剑打断节奏，然后拿 A 下拿开学 Q， 人命强点 Q 过去的，怎么能学 W 呢 ？W 是个什么新奇的？回家也可以不用回家，这里没闪现，感觉我大概率是单杀他，但是他这个盲僧好像要刷上了，算了，这波我要狗的发育一会儿，盲僧应该在上路，回家的话铺兵线，打架的话能被盲僧抓死，等确定别人露头再说吧，不着急。他这个状态我跟他打，感觉不一定吃得过。哎呀，虚无啦，害人啦，刀妹。应该能杀，给小贩了。不是这什么东西、啊？预判闪现呢，搁那。这人不是在面前交的闪现吗？还搁那预判闪现。这波先我控一下，控完这波先回家就 OK 了。控这波线还再吃一个小兵 ，OK。这小兵吃了就可以控住，因为下波炮车里，所以可以多控一点。不买鞋子吧，直接上线吧，不行完全可以足够我吃到的。这刀妹在玩什么？你这打不赢我能怎么办呢？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致命击打了47的伤，如果是平常坚硬不倒的话，应该能打80伤的左右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这小法12刀，他玩个对线不容易的，看到人头肯定是想吃的，不过对线的人。现在没有意义的，不要犹豫，反应挺快。妹子，伤害好高啊！被动是满的，不跟他玩了，好像有点吃亏。不能理解了。准备去死吧！加速推线吧，让他少吃点刀。
国服这些玩家上单玩家选刀妹杰斯肯定是玩不明白，这种东西很看英雄熟练度跟个人能力的，这种英雄他碰到一些无脑点的英雄把他打烂掉，而且拿了优势也不一定能赢团战，可以说国服玩这些东西的很少，韩服玩这些人玩的很多，因为他们都已经玩久了，玩了一辈子，估计韩服杰斯玩了一辈子，有人杰斯玩了一辈子，那就有人刀妹玩了一辈子，所以说这两个人在韩服玩的都比较偏厉害的。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不过像国服的剑姬武器瑞文这种东西应该会比较厉害的，这种比较吃绝活的战士长青树这种东西都是，那种剑姬武器瑞文这种英雄好像都基本上都是长青树的，上单就不可能弱了，每个版本都还能吃那么一两口饭。Shut down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他的血量能力太强了，不跟他这样打，跟他拉出来打，冰堆打不过他。今天开不开太早，没睡饱，不过我应该还是能播到三点钟下班的。好的，今天我七点二十左右开播的。但只有我成功。没办法，队友说要七点钟打比赛，不打那个灵魂主板训练一下。还有队友又重组了两个人，但打了五把之后又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死吧！没什么耐心打的。再试试吧。确实没什么太多耐心。我走了，我不打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不要犹豫。说实话，今年本来就对 RNG、EDG 两个队伍不太看好的，三四号种子，确实不太看好。从不退缩。看好了滔博拉了呀，滔博感觉保底四强的呀，的配置，但没玩好，保底八强滔博。他不能进个四强没问题，打好点进个决赛，打得再好点夺个冠，是吧？全华班夺冠，可惜了。不是你易放这么快，他这个易放的有点手速，我受不了这种情况。我没有对手，他怎么不打我这？能埋月了不？应该可以。那我先出发两下，再给我打一下就死了。精准而优雅。我知道他肯定要用这个技能拉扯，就是说一完之后往后 Q。怎么是个冰鸟啊？你击败谁呀？你是？你击败谁呀？你是？我操作！致命技不怎么掉血啊！致命技前期伤害不够的，是坚硬不倒剑。那这个版本坚硬不倒有 bug 好像。
么操作？你发育个呗，发育。别搞事，这小法说真的，像个钉儿啊，像个厨师。钉儿是什么？厨师是 cooking， 钉儿是舞蹈吧？好像是吧？钉儿是舞蹈的意思吧？忘了。无理的畜生，说实话我的小学英文不够用了，想不起来了基本上。这没有人吧、啊、不是你老老实吃你的中线不行吗？那什么搞事干嘛？别人也尝试过，搞事也搞不明白，你猫搞的。是晚餐吗？哦对，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有一只是叫海布丁的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吃晚饭，想起来了，我操，尘封的记忆想起来了。那个舞蹈是 dance， 啊、对。这都是小学英文必考的呀，说实话以前背过的呀。不要犹豫，演示一下队友什么意思呢？马上就好，我十二级，傲视群雄。他们现在战绩好，但等级还低了。我以为他那个小兵可以给他 Q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第一声往后走了，但小兵已经死掉了，还没 Q 出来。他们不敢还击。Killing spree。找到命 E 还是很简单的，只要你聚精会神一点，攒个 E 技能没什么问题。觉得我秒不掉你。头了，超神了。